一台四方四正的铁皮机械，它究竟能不能清除小巧枣核？面对重重失败，它又能否扭转局面？敬请收看《外发明红枣去核剂》。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我爱发明》。今天演播室请来的嘉宾呢，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彭老师。欢迎彭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哈。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要讲的这个发明项目呢，跟红枣有关系。红枣我们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爱吃，它是养颜的、滋补的。那彭老师在家一般吃红枣是怎么个吃法？一般情况下呢，比如说用它熬粥。有时候呢，我爱人也做一种叫做心里软的这么一种小点心。心里软是？他就把这个枣啊中间的核给它去掉。哦，没有核的叫心里软。里边呢加上一些糯米。哦，对对对，蒸熟以后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然后给它放凉了吃。对。但是那个去核的话，你怎么保证那个红枣的完整性呢？一般来讲就拿筷子给核捅出去就可以了。哦，您说到这个给红枣去核呢，可能家庭来说哈，我们个人用手或者会用筷子啊，用什么小刀啊可以完成，但是有一些大量的食品，这个副食品加工的时候，你红枣去核怎么办呢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就是帮助我们进行红枣去核的，来看看什么样的项目。红枣的食用方式多样，煲汤熬粥，做菜进药，许多家庭更会选择用去核后的空心红枣来制作成丰富多样、方便食用的小吃。这天，我们的记者来到山西临县的一家红枣食品加工厂，看到这里的工人们正在批量生产去核后的空心红枣。大姐，这是什么枣啊？贡枣啊。贡枣，嗯。这个我能尝尝吗？能，你说吧。嗯，这个吃起来还挺好吃，挺方便的呀，就是没有枣核了。哦，就是没有。它起来挺方便的，做起来可是挺麻烦的。这个做起来麻烦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它一个一个的都是要用人工，要水光顶下来，把这个枣核取出来的。您是说去除这个里面的这个枣核吗？哦。这枣核难去吗？这个不是用筷子应该捅一下它就出来了吗？不是嘛。嗯。不是那么简单啊。就是用人工一个一个的掉的，是用机器来去核是吗？机器也是用手工机器，也不是是用电的那个机器。那机器好用吗？也是用个是可以，是太累了。那我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，机器在什么地方呀？机器在下面的那个茶几了。行，那我去看看哈。好。顺着女工的指向，记者来到旁边车间。我看你们围在这一堆枣前面，这是干嘛呀？去核的。去核啊！我看你这个东西挺简陋的呀，这怎么去枣核呀？你看啊，拿一颗枣吧，拿一颗枣，你就放在这个上面，这个就握一下，慢慢的握下，摁下去吧，它就比较把这个果胶去下来了，去下来了这个枣。我看这个枣挺硬的呀，这个。能去掉吗？这管用吗？没事，肯定能去掉。是吗？慢慢的，你就往下走。我看看。那个啥，就下来了，这个枣果就下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我看看，这不是破掉了吗？你看，这还能用吗？这个。不用了。不用了。嗯。阿姨，我看您这个挺娴熟的呀，来教我试试吧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操作您这个机器。好。但是我看好像你看有的这种又扁又小的，这种能吃掉吗？这枣核
没出来是吗？抽就没出来怎么办？再压一下。嗯。来两次是吗？嗯。怎么跑到卡车里面呀？这种现象多了，就是找不出来的，找不出来。它要不是结，要不是结，或者有个罐子。哦，用一个管子。用一个罐子，真的。看一下是吗？阿姨，您这个做了多长时间了，徐导河？做了十来年了。十来年了。哦。去这个导河累吗？这十几年下来。累了，可累了，有时候累得姐姐哭。胳膊阔，胳膊还有时候坐，身上起来我得穿着干嘛了？我是去过，我是以前。那这样感觉效率好像也不是很高啊。现在有机器了吗？啊，什么？烘烤去核机。干嘛用的？这个烘烤去核的。烘烤取代人工的这个。能去掉核吗？能去掉。好用吗？哎呀，不知道，现在还不知道，他没见那个机器。嗯。嗯，将他搞的傻了都，搞了十多年了。啊，什么都不干，就干这个。那现在搞成功了吗？具体还不知道。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就在我们临村。临村。嗯。听说有人发明了红枣去核机，记者多方打听，来到了临县丛罗峪镇。师傅，哎，听说您这个村子上有一个人在搞红枣去核机。有。啊，是他谁啊？他老王吴贵啊。啊，您认识他吗？认识啊。那他人在哪儿呀？那在戏台子上吗？戏台子上。啊。哦。那个就是他吗？啊，就是是是是。哦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王师傅啊，是您在做这个红枣去核机吗？啊，是的。哦，您怎么跑到这个大戏台子上来了呀？这是家里面地方太小。嗯。这个大戏台子呀，空着的，我就在这儿搞。您做这个红枣去核机用多长时间了呀？哎呀。从有想法有构思的开始，这现在有十年了。用了十年时间。哦，是的。发明人王侯贵，发明项目全自动红枣去核机。王侯贵出生在山西省临县，从小对画画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家具、炕围、窗栏都成为王侯贵的画板。而他日夜奔走的家乡临县，是被誉为中国红枣之乡。全县红枣种植面积达到85万亩，30多万人都从事与红枣有关的工作。一直以画画为生的王侯贵，在2003年因为非典不能出门，不得不放下画笔，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红枣身上。他看到老老少少的乡亲们都在用手工去核，便萌生了发明一台红枣去核机的想法。一个小小的念头，王侯贵一坚持就是十年，十年磨一剑，终于全自动红枣去核机可以问世了。王师傅，嗯，您能给我讲一下这个东西它怎么去核的吗？可以，这是仿人工的，它这个是顶杆，嗯，就是去壳空顶杆，它这个。这个枣壳进去这个矿管的时候，它这个顶杆把它顶下去了。王侯贵发明的红枣去核机，由输送带将红枣收集上料，电机带动输送带传输，录入到输送带上的红枣，经过垂直运动的去核杆将红枣核去除，然后由去枣顶杆将空心红枣推出。进入到输送角笼和红枣核一同被传送出来。王侯贵的这台红枣去核机第一次亮相，效果会是怎样的呢？这一堆枣都能放进去除掉核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稍微来几个，就这样。差不多了吧？可以了，来。嗯。这堆枣乱七八糟的，这能把枣核去掉吗？应该可以，应该能。那它怎么能摆正呀？这不会乱了吗？您看它。它豆角去，它就挠错嘛。它站起来，它就自己往下掉了。就自己能把位置摆正。啊。那您把那个咔咔，我们看看。行。
啊，对。您估计这次去河里怎么样？要不没问题，不能不要呗。哦。哦，真的，它好像从那个就是起来的时候，有的早就掉下来了，有的早就进去了。一块九块了，一块九吧，现在这地方就没了。等一下子十字。然后在这边就不平了，但是您看这好多，您先停一下那个。对对，您看这个，就是有的它能塞满，有的它就塞不满，就有的还是空的。它早少啊，到郊区的早少。早少，早多的话是不是就铺满了？啊。哦。那这个很快，您看这刚才放进去的这一堆都没了。啊。那去河率怎么样呀？哎呀，这是。哇，这怎么成这样了呢？您看，全都塞到这儿了。这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这是角度不对，这。什么角度不对？这个，我说这是这个角度不对，这错改，这个好改正，这个。它是角度这个问题。您说这个台子的角度吗？嗯，我是带上这个，创撇的这个，创歪的，看，在这儿。这个这创了一下。啊。这个枣核您看都没去掉呢。啊，就是。嗯，这个你看这个。对，这个您看它斜了出来了。早想创了一下。是啊。这个能改进吗？哎呀，这个难度大了，这个，我想办法。红枣去核机面对第一次考验时的表现，让王侯贵很不满意。他仔细研究，认为由于导板角度导致红枣堵塞的情况很好解决。而很多红枣无法完成去核，才是现在机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。红枣落入到输送带上，无法摆正位置，通过去核管时必然无法完成去核。于是，王侯贵决定从输送带上进行改动，把原有输送带上的红枣套筒改成大小可调节的红枣加持器，然后增加一个圆柱形管用于红枣正位。那么，改进好的红枣去核机会比以前的效果好吗？我们决定邀请附近的村民一起来验证。来到王侯贵专用的大洗台上，看惯了简陋的人工去核，眼前这台四方四正的机器是怎样完成红枣去核的呢？两位村民十分新奇。王侯贵信心满满的拿来准备好的红枣，为了让大伙儿清晰地看到机器的工作过程，他把红枣一颗一颗地放进改进好的红枣加持器中。然后我们放满三排是，42个。然后阿姨，您觉得他这42个枣放在这个里面，能去出来多少个枣核？您要么那个40不就去啊？这个要么就40啊？您觉得他这42个枣核全都能去出来？啊，确实去出来。您也觉得能去出来？全都能去出来是吧？去出来，去出来。是不是您觉得呢？哎呀，能出来是不一定能去成，这不知道。看看什么？讲话也都咋知道？这说不准。嗯，说不准。啊。行，您觉得这42个您有多少个把握呀？哎呀，42个再，别说去40个。40个，那剩下2个为什么不行呀？哎呀，剩下2个，那落过去呀、啊，你别掉的100%吧。嗯，我们试一下。行。一说完，王侯贵就转身插电，机器开始运转。刚才摆好的三排红枣迅速被传输带带动，经过去核管。一转眼功夫，红枣就被去完核后，陆陆续续的一颗一颗输送出来。那么这次的去核效果能达到王侯贵预想的结果吗？好了吗？行了。好啦。嗯。那我们来数一下吧。5、4、6、8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我这边20个。啊，这边20个。那还有2个呢？一共40个，还有2个呢。哎呀，丢里面了。哎，这有一个，嗯。你们这还有一个啊、哦，对，哎，刚好42个，嗯，是吧？哦，这个是的，这个40个、嗯，我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取核取干净了吗？还行，
还行是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好。好。嗯，没想到，这么多年了，看见卖起来那古道了就没想到做成了。您觉得这个取干净了吗？哎，挺好。取干净了。您和人工的比一下，您觉得机器除了这个效果好不好？哦，比照过去的去的好。好在哪儿了呀？你看嘛，他们这个月月的。但是，这还有没取干净的呀？哦，对了呀，这还有废品了。还有废品。啊。嗯。多吗？这种现象？这不多。不多。嗯。好像其他的都是干净的。嗯。王师傅，您看看这个，大伙儿对您这个机器效果还挺满意的。啊，我这一下子改教的还不错。嗯。啊，关键是这个模仿这个让的这个，设的这个。嗯。这个软件，啊，做的还可以。就能把岛拿稳了，然后就能去和旅游了。对对对，它缺票这个东西。小改进有大不同，在乡亲们的围观挑战下，机器首次亮相，能否大显身手呢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红枣去核剂》。好，我们看到发明人改进过后的这个红枣去核剂的这个效果呢，就好多了。那彭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，它这个原理是什么？我们看呢，它以前的去核剂呢，这枣是放在一个塑料套筒中的。枣呢有大有小，嗯，你大枣搁里头它立在这儿了，嗯，如果是小枣搁在里头，它可能小枣进去的位置呢，它可能就斜着放在这儿，对呀，如果我们刀子下来再去核，这时候这个核位置不正，对，位置不正，所以它做了改进以后呢，就是在这个塑料套筒的下边加上了这样一些个齿状的东西，加了八个爪。对，八个爪呢，它其实是模仿人手的。哦，人的手。对，模仿人手。这个如果我们把大枣搁进去，啊，放进去，它还有一个这样的装置往下压一下，你看是正的。对。我们也可以把小枣放进去。都甭管什么位置定什么位置出来一定是站着的。你这儿压一下。然后主要是它那个。我们看弹性的八爪可以给它调整这个姿势，就跟手一样抓着它的下巴，哦，总让它是在里边正立着的，哦，核呢能够准确的给它去掉。改进后的去核机没有将红枣堵塞在出口，而且去核率明显提高。面对这样的成绩，我们特意邀请来附近的村民，准备了两筐各15千克的红枣，让王侯贵的机器和人工去核来一起比拼。王师傅，啊，今天我们专门邀请了很多村民来和您这个机器比较一下，您觉得您能赢吗？我这个能赢，没问题。为什么能赢？我的机器快。就光快就可以了。效果好。效果好，怎么好吧？成品率高。成品率高。啊。怎么就算成品率高了呢？它没有坏，没有废片，它就超过成品率高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就看看您这个会不会有这种成品率高。这样一个结果，啊，好吗？好。大家谁愿意今天来试一下这个，跟王师傅这个，我们自告奋勇的来坐到上面，一边准备自己的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两个队来比赛，谁能赢呀？我们认为机器赢。机器赢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速度快，又是通电的，这个软骨比较是软软骨是时间是能来的慢些。哦，这样啊，嗯，师傅，您觉得谁能赢？我也觉得他赢。谁机器能赢？机器好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支持机器能赢的，站到机器那边去；支持人工队能赢的，站到人工队这边，好吗？是是是。来，我们分一下啊。村民都是第一次看到红枣去核机，虽然没有见过实际的工作效果，但都对机器抱有信心，主动成为王侯贵的后援团。而人工队后面只有寥寥几人。我们把准备好的各15千克红枣分给村民和王侯贵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大伙儿现在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王师傅您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吧。好。嗯，行，您开始。哎，准备，开始。比赛开始了，王侯贵不慌不忙地把红枣一股脑全部倒进料斗中。
通过传输带移动，红枣一颗一颗落入到加持器中，机器稳定运转着。人工队干劲十足，虽然去核工序简陋，但是只要能确保去除干净红枣核，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很快，每个人面前的筐中都挤满了三四十颗空心红枣。您这个饼熟练了，我看。您这工作多少年了呀？两年。两年呀？两年就这么熟练哦？您这是积累多少个核啊？这位村民去红枣核的技术相当熟练，可是人工去核的工具却会由于塑胶皮垫的松动影响工作效率。心态轻松的王侯贵不时张望着人工队的进展，可他这又是在捣鼓着什么呢？不是，你们干嘛呢？这角度不对，打的不脱溜了。改价了呀，没事儿的，拿着筐改价了。人工队仍然有条不紊的手工去核，眼看着满满一桌十五千克红枣所剩不多，很快就能结束战斗了。可是王侯贵的红枣去核机表面上看起来安然无恙，但是下方出口仍然会出现堵塞，需要疏导。在一旁观察的村民看到去核后破烂的红枣，对机器也产生了怀疑。哎，我看刚才是满满的一堆枣，现在不剩多少，您效率还挺快的呀。你们是手快。手快呀、啊。对。您现在有去了多少个枣核了？有二斤多了吧？有两斤多了。对。啊？快点过来。怎么了？这儿又打碎了。哪？这儿。这堵了，这怎么又堵了呀？哎呀，这个酒度还是不对，打得下不去。哎，这个管也坏了。您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最后的那个板啊，这壳的杆啊，是粘的这个吗？对对对，怎么掉了它？它自己掉下来了吗？它怎么成这样了呀？啊，不想吃不住吃就不行。肖肖，那这现在还能工作吗？不能了。不能工作了。嗯，不能了。嗯，烦死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看看您这个枣核质量怎么样，好吗？啊、就看看去完的这些枣。啊，由于红枣去核机出现故障，比赛结束了。我们邀请到做了30多年红枣生意的老王，和我们一起来鉴定双方的去核效果。人工队的质量好还是机器的质量好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好，行，这个是人工队刚才。是不？嗯。去的核，您觉得怎么样呀？这个行，这个好。这个好。哦，我看看那个吧。哎，这个不行，烂的太多，有的打白了，有的打全了。嗯。壳在里面了，壳在里面。哎，那样算空心枣吗？不算了，不算了。要么我们拿去和那个人工队的比较一下。行，比一下。拿不就和资料库的？你看这个打的破都破整对不？和这个不能比啊！你看这烂七八糟了不？对不？啊，这个都成这样了。啊，大腻了吗？这个是人工队。啊，人工的吗？人工队好像就除的还都挺干净的。哦。这个怎么成这样了呀？哦，还没去接啊。这核还在里面。啊，这个还在里面。跟烂泥一样。现在都卖不了，这长满了，喂鸭了，香了。喂鸭。这个。打坏了吗？李小月。卖不了钱了呀。卖不了钱了吗？您觉得他这个机器怎么样啊？他这个机器不行，他以前没有见过，他现在吹牛逼，这跟我不像啊，这机器。这还是不能用啊。哎，差老了呀，跟人工差老了的。哦，好吧。嗯。王师傅，您看您这个差距怎么这么大呀？这是您刚才吃过的核。啊，是。这怎么都烂成这样了呀？哎呀，这次没有弄好，这次错都算这，下次弄好错。错想给他们比一次了。那还要重新比呀？啊，还能赢过他们吗？哎，一定要超过他们。哎，行，那我们先把机器修好了再说吧。哦，行。王侯贵改进后的红枣去核机，在少量去除红枣核时还能有较好的表现，可是当机器遇到批量去核时就出状况了。经过一场小小的人机比赛。红枣去核机已经被摧残得几乎体无完肤，去核管或断裂或堵塞，出料口依旧无法通畅输送红枣，
这些都导致用机器去红枣核的成品率大大降低。而倔强的王侯贵却不肯服输，他把去核机搬回到专属自己创作的大戏台上。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改进，王侯贵给红枣去核机做了一次大变身。王侯贵改进后的红枣去核机，把原本位于机箱外面的去核管安装在机身内部。他考虑在水平位置上去除枣核，可以使红枣与枣核垂直掉落在前后两个位置上，同时在下方分别安装红枣输出角笼与枣核输出角笼。这样清晰分离，不但能解决堵塞问题，而且也能提高红枣去核率。那么这次改进后的红枣去核机到底结果会怎样呢？我们准备了一筐17千克的红枣，开动机器来看看效果。红枣顺着传输带的前进掉在加持器中，很快去完核的红枣就被输送出来。太多了那我们是一次性不能出这么多？对对，不能放这么多。那要不拿出来一些吧？这是这儿多了，现在多了。那要不拿出来一些吧？行。这拿多少个箱够啊？没有呢。这现在要，现在就怎么样？可以了吗？你觉得？行。可以了。可以。好。刚开机吧，开启重新试一下。行，好。这不又上去了吗？好。反正先别动，看它上去不就上去了。来，看它从这个坡上掉下来。到这儿就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。这怎么枣子从这儿掉出来了？六头里面走啊，到这儿出来了。从哪掉进去了？就从六头里面走太多了。六头里面枣太多了。老师傅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关一下吧，我们看一看这个效果行不行？行，来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废片还多了。我们把这个拿起来看一下吧。您觉得这个？怎么样？我们这次出的核？哎呀，不理想。哪不理想？你看这个去了肉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怎么？枣壳留下了。那核还在留在里边吗？然后把枣肉打掉了。这个好多都是这样子的。你看这个也是。对。是吗？其他的呢？眼前分离出来的红枣，很多被打破了枣肉。还有很多枣核残留在红枣中，没有被彻底清除。这个为什么好多？你看它的这个枣和核都，它这个枣核对都混在一起了。对。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？这个是上料上的太多。这个六堆里面。为什么上料上多，它就进到这个出核的孔里面了？上料上多了，它就上来输送带了，这是就像会上输送带输出去了。它从哪儿输送过来的呀？就从这个上面。从哪个里面进去的呀？从这儿掉去。从哪儿？是这儿是吗？它就不是从骷髅里面掉出来的。它就不能从这个里面掉进去啊？它从这儿直接给推上去了、对对对是吗？咱们窗想改掉一下，改掉一下，咱们窗想比一次。还要比呀、必须得比，不比我能知道香不香。机器再三失败，它还能否经得起更加严酷的挑战，制作出鲜美可口的枣糕呢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红枣去核机》。王侯贵改进后的去核机虽然可以将红枣与枣核分离输送，但机器的料斗却不能一次性承受过多的红枣去核工作。
即使少量放入，去核后的红枣也是参差不齐，无法令人满意。王侯贵急于把红枣去核机展示给乡亲们，他再三思考，认为要提高红枣去核率，只需要在机器中做一个小小的改动，应该就能解决大问题。没过几天，机器改进好了，我们邀请乡亲们来到大戏台上和机器再进行一场比拼。王师傅，这个是您改进过后吗？啊，对，这没变化呀。对呀，你看这个这一搞是呢，嗯，这有大极大的作用了呀。这有什么用啊？你看这个走科，嗯，它夹到这儿，第二次教区它就摇向那个长平率了呀。嗯，你看这个夹在这儿，它往下一压，它走不就掉下去了，就不在这儿夹。那就这一个小小的变化。哎，你就看这个小小的变化，小小的变化解决大问题。是吗？嗯。好，那我们，您看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么多人，来进行一场人机比赛。好。有信心的应该。有，一定要压过他们。嗯。乡亲们，今天我们继续和王师傅的那个红枣去核机来做个比赛。然后今天看我们的比赛规则是这样的，就那边呢一共有五盘红枣，然后老王，这一盘枣有多少斤呀？八公斤吧。八公斤。那要么今天这样吧，您给我们做人工队的总指挥。我们您出两盘枣，然后让王师傅来出两盘枣。剩下最后一盘呢，我们来抢，谁先把两盘枣出完了，谁出最后一盘枣。行吗？行。好，那您抬过去。按照比赛规则分配好红枣，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。您觉得今天我们这样的比赛和以前的比不一样了？这个王师傅机器也改进了。嗯。你觉得哪个好？我觉得还是机器好。还是机器好。那之前他不都是那人家有小小苦计了吗？说些苦计啥话吗？你能不小小苦计？好。您觉得我们这个今天比赛怎么样？哎呀，应该是机器好。还是改进了吗？改进了。哦，好。乡亲们对机器满怀信心，那么人工队会不会怯场呢？您今天来去比赛这个，您觉得机器赢还是我们人工队能赢？我们人工队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干了七八年了，我们相信我们自己。他那个机器上次坏了，他下次再坏了的话，我们这个没有坏，我相信我们自己，知道哪家子家。好。究竟今天的结果会是怎样呢？比赛马上开始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。人工和机器迅速进入比赛状态，红枣被倒入去核机内，就只需要观察和等待了。王侯贵露出一副淡然的神情，是不是已经胜券在握了呢？机器的轰隆声和人工去核声交织在一起，大戏台上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过了。而就在机器正常运转的过程中，人工队却有人停了下来。人工去核的工具构造简单，只要简单修理就能继续工作。可是这边工具刚修好，王侯贵的红枣去核机又出什么状况了呢？怎么换了？这个高丝变得响了。变响了？不能工作了吗？这还能工作吗？装了。再开机试一下。好了。可以了吗？好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。一点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去核机的正常工作，人工队丝毫没有懈怠，最快时可以达到2秒钟去出一个枣核。但是就速度来说，王侯贵的去核机看来还是会稍快一些。
此时最后一盘红枣已经被他迅速抬着倒入机器料斗中。比赛渐渐进入尾声，一些干瘪的红枣和人工较劲儿，怎么也不肯被去出盒来。三盘枣都出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都给它堆在一起吧，我们看一看到底哪边的质量好，好吗？嗯。我们把去完核的红枣汇集起来，这次比赛会是谁取胜呢？来，王师傅，我们看一看这个，这三盘是您刚才是的吗？是。这个是人工萃出的核，人工萃都没出完，但是我们看一看质量怎么样吧。质量还是我们的好，质量。质量啊，人工的好。那你没比呢，你还没看呢，怎么就说人工的好？一看就是他那个吃壶，对不？他的呼吸器打的不行。看看，老师傅，这是人家手工对出的。啊，你看他的烂七八糟。还是老姜的好。还是我们的好。我看看，您不是改进了吗？这次怎么样啊？改进了，还不如老姜的。你看这个成这样了。啊。打坏了吧？那都。就是打坏了。打坏了吗？又打坏了。啊。这种也是，哎，是，怎么还是这样的呀？你看我们这热锅的，它那上铺机器的一个字一个，看了吧？都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人工队好慢呀！你看人家那么多都完了，我们人工队才这么一点儿。打完打坏了，打坏了，再快也没用，对不？还吃破狗了又上药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？是。王师傅，嗯，您这回服不服了？您的机器不行啊？啊，服了，服了。嗯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再错改教一下。您都改进了好多次了。好多次还不像眼。嗯。你看还有没有去的呢？你看这个还没有，床腿没有出来。黄侯贵的红枣去核机在速度上明显占据优势，可是相对于质量来说，仍然存在大部分红枣无法被去核的现象。不断的改进，不断的失败，王侯贵想，这台倾注了自己近十年心血的红枣去核机一定不能轻易放弃，乡亲们的冷言冷语都转而成为他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有的想想我说吧，我确实是他没有文化还是要上天了。有的老百姓说是那都是大学生、研究生干的活，你那个老百姓哪能干去了？我自己想着，研究生哪也干不成的活了，必须得干上。面对家乡大山里年年成熟的红枣，把去核机发明成功，就成了王侯贵心中唯一的梦想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，红枣去核机又有了新的变化。王侯贵把扶正器用电机带动变为可旋转，这一步改进会起到作用吗？这是运用在烟花行业的发明，能将插饮刷胶同时进行，那用机器完成的组盆效果如何呢？敬请收看我的发明绽放精灵。我跟你比划一下，原来这个枣是教区，只要斜的教区，它这个往下压的是还是斜的。嗯。现在这个斜的斜，我这儿一个凹小凸下去的这个。哪个是这儿吗？啊，这个凹小的、这个。哦，凹进去了。啊、嗯，你看这个还是窄的吧？它凹进去是不是就和枣那个头就匹配到一起了？对，匹配在一起了。这个、嗯、这个一转。嗯，和螺丝一样的，这样子的站起来了。
这次我们邀请来曾经参加过去核比赛的村民，看看现在去核机的效果能不能让大伙满意呢？旋转的扶正器把红枣摆正拧入到加持器中，枣与核清晰地从机器两端输送出来。很快，刚才倒进料斗里的红枣就被去完核了。王师傅，这上面都完了，要么蒸发了吧？来，我们去看一下他那个到底有没有把核吸干净。来，好。哎，来，待会儿看看怎么样啊？他这一次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饺子，不错。我们那种就是把枣核打偏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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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热的，热的，大概这饺，你看。啊，是啊，啊，是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不断的改进下，红枣去核机终于能获得乡亲们的认可。王侯贵脸上也露出久违的笑容。在临县当地，有一种专门用空心红枣制作出的枣糕，正因为枣糕柔软可口，所以对红枣的去核质量要求很高。那么，王侯贵用机器去完核的枣，能不能达到做枣糕的高标准呢？我们为王侯贵组织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比赛，准备借用这次比赛后机器去核的枣烹制成枣糕，来检验王侯贵的红枣去核机究竟能不能承受再一次挑战呢？我们带着王侯贵离开了他坚守的大戏台，来到了临县城最大的市民广场上。平日里载歌载舞的广场，今天会不会成为王侯贵大显身手的舞台呢？这次我们邀请的十位人工队选手都是专业的去核能手，他们对今天的比赛有没有胜算呢？阿姨，你以前是去红枣核的吗？是呀、啊。你去了多长时间了？七八年了。七八年了，你是不是特别熟练了？来走。辛苦吧，那用这个去核累吗？辛苦吧，辛苦，不辛苦啊。啊，那您看我们今天这种大场面和王叔那个机器比，你觉得我们去的质量好还是他去的质量好？哎呀，这是让过这条比机器以后吧，是吗？你还信不过他那个机器啊？啊，阿姨，您去找过去多长时间了？去年，我6年了。5、6年了。啊，您用这个去累吗？累了。累呀、啊。那您觉得质量好不好？质量没问题。没问题啊。那要是跟机器比呢？他家比这个机器的好。去核高手们都对自己充满信心，周围的群众会支持哪一方呢？师傅，您以前见过这样的场面吗？没有见过。那他那个机器您见过吗？没有见过。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他那个是去红枣核的，您觉得能去得了吗？去得了。去得了。那我们今天和人工队来比，你觉得人工去的质量好，还是他的机器质量好？他家机器好吗？肯定机器质量好。那您没见过，怎么说机器好呀？机器肯定比这个人工的鞋匠嘛。是吗？那好，我们今天去看一看啊。这是拄着拐杖过来看比赛了是吗？是的。您见过他这样的机器吗？没有，以前见过呗？没有啊，那以前拿手工的见过。以前是手工去核，您觉得手工去核质量好不好？好啊，不太好。那要是我们和机器比，你觉得哪个质量好？看见这个好。肯定机器好。这个速度快吧？是吗？哦。那行，我们今天就见识一下好吗？好的。好嘞。比赛用的红枣也都各就各位了，好戏马上开始。来，观众们，今天我们看这面前是20盘红枣。我们和王师傅的机器来比较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边是10盘红枣，我都开始了，我们大家都来拿红枣，然后过去开始去核好吗？准备开始。一声令下，人工队迅速冲向前，把红枣揽进自己的筐中。王侯贵依旧不紧不慢地从地上拿起一筐枣，倒入机器料斗中。大小一样的，这样可以。
今天比赛的人工队都是有着六七年去核经验的专业选手，手中握一把红枣，去核速度明显比原来的人工队快了很多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王侯贵会有信心赢得比赛吗？王师傅啊，你有压力吗？有压力啊？没有没有，哪有压力？你好，您到底有没有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算了。好，没有。红枣去核机各部分配合默契，出料口的红枣与核明显分离。比赛进行到一半，王侯贵已经拿过了第五盘红枣。广场上围观的群众都忍不住来到去核机前，想看看机器到底是怎样去核的。看他这个来了是吗？怎么样啊？你觉得？我看看看。光这个机器调的这个还可以。嗯，是吗？那您跟刚才那个人工对比呢？机器那个效率高。效率高，那质量好不好啊？质量可以。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形状过小或者干瘪的红枣，糖分和硬度都比较大，用手工去核工具也很难取出中间的红枣核，因此人工去核前可以通过过眼筛选，而机器却不能完成筛选的过程。红枣去核机一刻不停地工作着，可是人工队却显出了疲惫。王侯贵去完最后一盘红枣，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哎呀，完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！太好了！哎，人工队这边停，不够队长一个管子里面了。人工队把红枣汇集起来，一共去完五盘红枣。师傅，这十盘枣是您刚才去完的是吗？对。那您看您这个数量上好像还挺占优势的，是吗？啊。那这节目满意吗？满意。那可是我们数量赢了，那质量怎么样？我们来看一下吧。你觉得效果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人工队还在清理着地上残留的枣核，王侯贵已经可以享受成功的果实了。在数量上，红枣去核机遥遥领先。从外观上看，也不容易分辨出机器和人工的去核差别。按照之前的计划，记者把王侯贵用机器去完核的红枣拿到一家餐厅，看看它的去核质量能否符合做枣糕的高标准呢？一层黄面裹着一层红枣，二十多分钟的等待，枣糕就新鲜出炉了。它究竟能不能满足顾客们挑剔的味蕾呢？大家得知今天枣糕里的红枣是用机器去的核，便品尝的格外小心。去改掉了它就没有问题，去不改掉它就有问题。会不会出现那种口感不好啊，有生硬啊，有枣核啊这种现象？刚刚是光硬，而且跟那个感觉一样，一下不下去把牙给放了放了是吧？去改掉就没有问题，我看应该可以。王师傅啊，看来大家对您去核的这个发明还挺满意的啊。那到家的热口我也很满意。那您觉得这十年值吗？值啊。王侯贵发明的全自动红枣去核机，由加持器和扶正器配合将红枣正位，有效提高了红枣去核的成品率，红枣与枣核分离输出，方便收集和清理。全自动机械化工作实现了红枣的批量去核。这项发明就是红枣去核机啊，机器的最大的创新点就是这个红枣通过夹持器啊，进了夹持器以后，再通过后面的扶正器能够把它扶正，这样为后面的去核呢创造了很好条件。这套设备呢可能对这个红枣的大小要求比较严格是吧？如果呢能够对不同的这个大枣的大小都能够达到这个去核的效果，
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创意和发明要跟我们分享的话，赶快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还有新浪微博。今天也再一次感谢冯老师参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，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。这是运用在烟花行业的发明，能将插饮刷胶同时进行，他用机器完成的组盆效果如何呢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绽放精明。